荣幸能参加这个开学第一课这个活动，不管是说作为医护人员，还是作为一名妈妈，我都很想跟我的孩子和同学们分享。我希望通过我的这半年的工作吧，能给我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，让他们就是说也能成为一个有担当、勇敢的人。